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什么？是难过，是孤独，还是接着下一个？放不下是个结果。也许爱人此刻变成灰色，我们还是一株寂寞的冷漠，感受着仅存的快乐。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别人没法懂得。你说你累了，能不能放走了，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也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了。走后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感受无聊，抱怨着卑微的生活，独自走在街上祈祷。曾经全心全意对你，却没有丝毫感动。也许我走后才能给你自由的感受，但是有哪一个是真的想把你娶回家？承受着社会的压力，疲惫不堪熬着时差。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还能够回心转意，那我也放下所有事情。走了，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也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了。拥抱也没了，也变得忐忑，内心不需要抉择。我们这世界不过，没了我怎么了？我们居然只是过客，从陌生到熟悉，然后走到分离。放不下的原因，是因为你。谢谢。